是老婆打电话来问你为什么还没有下班啊？不是的，你对老婆要坦白啊。副总，这真的不是我老婆打来的，刚才的电话是我妈妈打来的。你想用这段借口离开啊？不是的，副总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把工作完成的。笨蛋！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是把工作做完就行了，你要做的 perfect job，do you understand？